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挑选自己的号码符，来吧。一个选一，一个选二，好不好？好。一个小号比较容易那个什么。我先加油啊！我尽量。等你啊，姐姐等你啊。怎么了？你们俩在干嘛？哎，他们俩当着我的面在这说：“姐姐等你哦。”这还在跟我一对呢，这就开始在那边暗度陈仓。两个人拿个胳膊过来，你一定要赢。我不是为了你，是为了我自己，我要赢。好喜欢你们这样相爱相杀哦。没有相爱啊，哪有相爱，光杀了。各位都已经选好了自己的号码符，可以跟自己的队友先相互看一下，确认一下。等一下，弟弟穿反了，稍等。穿反了吗？哎呀，魔术贴在后面，魔术贴在后面。何老师，你好适合一起出去旅行。对呀，选我就对了。干嘛？你在干什么？等你哦。你不要在那儿再跟马伯骞的眉来眼去，在那儿看来看去了。两个人，你们俩隔这么远，他在后面这样等等你哦。马伯骞和杨迪都是三呢，真的。万一要江江用到三的，真的不知道他会选谁呢。真的，真正需要用到三的时候，我肯定我就被踢出去了，舍近求远的那肯定是。来，准备好了吗？第一轮音乐走起。离我们远一点嘛，伯谦，离我们远一点。你过去，你为什么到他面前去跳？你们这目的性太强了，你们。哎，你看看他们俩，哎，你看看他们俩。哎、来来，你跟我走，来，你跟马伯谦，你跟我走。动起来，动起来 ，everybody。舞起来，朋友们。你们俩不要捆绑，你们加起来大，你们跟小的跟小的在一起，对，这样的话至少有一个人有机会。第一轮数字八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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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，来个一，来个一，三比二一。那你走吧，那你走吧，你走，你走，你过来，你走，你来。马伯骞人呢？在这儿吗？在这儿。你这个狠心的男人，你数太大了。我跟你说，他至少是把你推出去。我们家佳佳真的很难追，我每他很活泼，然后他一直在暴走，动起来，动起来 ，everybody！ 我说你真的很远，跑很远，然后刚才根本找不到他，然后突然被一个热情都拥抱，然后我都不知道是谁，一抬头看，哎呦，扎心了，哎呀，我没有自主权了，我给你一把拽过来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我们至少是对的，对不对？好的，来江江姐，我们来这边。和我一起作为金牌监督员。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？你先休息会儿。对，金牌监督员。这个事情从一开始就错了。我是为了我们好，真的。我太单纯，太单纯。我怎么觉得今天的走势有一种江江要和杨迪一直走到底的感觉？来势不妙，好，来吧。好的，来，首先是你们三位，第一组，请听题：如果另一半惹你生气了，你希望他怎么哄你？拥抱我，合理、啊、非常合理，合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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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yeah. 马伯骞加油，我尽量，我尽量。已经公然开始了哈，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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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请问冠英哥，你认为自己身上最吸引异性的特质是什么？大长腿，合理，这个我觉得也蛮合理的，这可以，这真的可以，腿确实长，真的太棒了，全场最长，尤其当我站在旁边那个衬托的时候，优势好明显，传传传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传传真的很紧张，这个非常简单，非常简单，来，楚然姐，请听题，别哭别哭，请问，王楚然，你的美白秘籍是？小，白。双，双，什么？什么是小白霜？抹在脸上的一种霜嘛，抹了就白嘛，小白霜。江江姐，你觉得这个合理吗？
合理啊，很太合理了，合理的要命。我就用小白霜，然后把小白霜推荐给娜扎。哎，姐姐们都在用的小白霜。小白霜是假白，我们要的是那种天生的白。哎呀，哎，它就是假白，是不是假白？快说是。楚然为了赢，确实今天去抹了一下小白霜。这都行，他没说小白兔呢都。小白兔白了又了白。这一轮三组都积到了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但是有一组只积了一分，其他组积了两分。哎，是难道是我们组？除了你们，难道还有？好，第二轮音乐走起。不要跟你在一起，你每次把我踢走。没有，刚才是没办法。两个一都不要我们，好了，这次我没有抛弃你，我们俩一起被抛弃了。没事没事，他一定被迪哥带坏了。这次我们获得答题权的是两组，来这边三位，请到我的这边。你们可以做裁判了，又可以做裁判了，娜娜姐，又是我。喊都喊不过来的。但是刚才彭老师把王老师给推走了。好像是，确实是，对不对？不，这是一种战术。天哪，为了分数怎么就……你看看，我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们？至少我们保住了一个，不像他们队永远会在一起。你错了，我们是这一轮才在一起的，一起被淘汰了。好，来，嘉哥，请听题。我们要严格一点，请问嘉哥，你会怎么称呼你的另一半？小另一半，小宝贝儿，小宝贝儿啊，这个非常合理，合理合理，送分题了，对，好，我们来，好，请冠英哥用一个成语形容一下你的搭档。哎，搭档是我，搭档是我，美，若天仙 ，OK， 美若天仙，好。输赢对我都挺好，没，心又狠手又辣，你们两个真的是队友吗？他说他们输和赢对我来说都挺好，你看心又狠手又辣，因为他们赢就有权利把你换走啊。那接下来是我们的最后一轮，大家要加油好不好？拼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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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最后一轮音乐走起。反正已经无力回天了，我也不想跟你们抱来抱去了。哎，嘉哥和何老师永远都在逛街一样的。走起来，走起来，给我分开，都给我分开，走开。他们，我感觉这个数会很大，这个数感觉会很大。哎，最后一轮十二，十二，来个十，来个二，大家过来，大家过来，大家过来，十二，十二。七还要个二，要个二。娜扎过来到我们这边，娜扎过来到我们这边。娜扎，娜扎，娜扎过来，娜扎过来，娜扎过来，娜扎，娜扎过来，你就是十二。姐姐过来过来，娜扎过来你就是十二。娜扎过来到我们这边，姐姐过来过来。哎，朋友们朋友们，我们这个是爱的抱抱，不是爱的拽拽。
主人，你又被我拉走了。咱们来多少？三是吧？三是吧？干嘛是什么、啊、你们在拍电影吗？有需要我的吗？要走一起走。不是，刚刚何老师的眼神简直了，我在看偶像剧决离的那一瞬间，他刚刚是这样，感觉到泪目了。老找了何老师推头还点头。对，是迪哥，恶有恶报。什么恶有恶报？你心又狠，手又辣，你苍天还是有眼睛的。好，何老师，迪哥请到我这边，又当裁判了。迪哥快点到下一环节，这趴太长了。何老师干得漂亮。好，来，两组请并排站好。请问江江姐，你最想改掉的一个坏习惯是什么？心。快来。太爱比美美。你这个人怎么这样？太爱比美，这个确实是合理哦。不，刚才我的耳边响起了很多声音，有了一些信息给到我。美，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呢是我们娜扎。对，太爱比美美。也是合理，我认。可以，这个非常合理。这一组加油加油。马伯骞，旅行只能带一件东西，你会带什么？我的手机。哦，合理。你开头一下给老秦都整懵了。我是什么肉眼可见的花了老秦。这个很合理。好的，获得我们第一名的是扎心组合。哇，分都分不开，拉都拉不走，真的。不要生气。然后都怪我，我拼了命的挣分。没事啊，还有机会。并列第一名的是，真男组合。哇，sorry， 几哥，你在高兴什么？机会把你换掉啊，因为我们必跌出前三啊。你高兴得要命。这好的，获得我们并列第三名的是何老师和嘉哥。哇哦，还有我们的彭冠英、黄楚然。哇哦，难道我们是最后一名？对，这个真的很难想象吗？江江姐，太，你们每轮都有人当裁判，有的时候还一起当，对吗？是不是？第五名就是我们的迪哥和江江姐，谢谢大家。瞧他高兴的，我会回来的。I will come back。 我会回来的，我一定会回来的，对不对？就杵着你薅，光是相加已经耗费我们的脑力了，我们还要去共享大脑。十以内的啊，拜托。只可以加，不可以乘除减吗？哇，这个数学好，你还玩乘除？有没有加一个中括号、小括号、大括号？还有根号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大家来挑选你们的号码符吧。是这么选不？这么积极。我觉得大数吧，我选四好了。大数感觉不用动，来个三吧。那我的话，我想要一，一不好吗？一就混，什么都好混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各位的数字。二一四。二，无论如何不要踢我。大家不要拽。五在哪儿？我们这边最大的是五是吗？只有一个五哈、啊。哇，凯哥估计会很多人抱你。我在这里等你们啊。好的，音乐起。咱俩
团结一点，大家团结一点，大家赢的那个大平分，没问题。请听第一轮数字，十二。十二。哇！哎，这里，就三三三，要一个三，要一个三，三，你三过了。我就不走，感觉像三队，你知道吗？你们两队瞬间组合起来了，他们两个就在中间。不是，是这样的，我们想要一个三，然后我就看见你们俩了，我就觉得有希望。这个时候，迪哥扑进了我们的怀里，真正的三一下就到了。迪哥力气特别大，因为我想说人多一点好玩嘛，然后我就用胳膊肘抵迪哥，哇，迪哥太大力了，我差点用膝盖抱住，我抱住好多腰，反正一直搂着勾着。没事，腰没事哈，没事。行，你的坚强折服了我们，必须要在这边。走吧，那咱俩上这边吧。咱俩淘汰了？没淘汰。然后我们要先确认一下两边的数字是否是十二，标准十二。哪个谁不标准啊？不标准呢？怎么十二还分标准和不标准？你这个有点不太正规。那就从老秦这边，老秦第一个好不好？好的，请老秦形容你的理想型。啊，这很容易啊。他很美丽哦。哎，这不行啊。这个美丽很奇怪、啊、太水了，我们这接受不了。答是答出来了，不精彩，没有深度。这老秦的理想型就是美丽的。我不同意，我觉得老秦在这件事情上有更高的追求。他很善良，他很孝顺，他很聪明。何老师，我就喜欢美丽的。为了赢真的这样。可以，我们来吧。好，来，我来第一个。第二个要第一个吗？我先来第一个。第二个要第一个吗？对，我觉得这样好一点。请嘉尔哥评价自己的穿衣风格。非常顺其自然，漂亮。这太顺理成章了，不是很懂。四个人回答一个答案，为什么不用成语？很有可能是你们不懂成语。但是我很好奇，嘉尔心中想的会不会以为他也会问理想型啊？所以就直接顺其自然。没有，我很懂规则。没有，理想型。那我们也可以问一下嘉尔哥吗？好，请问嘉尔哥，你的理想型是？孝顺就好，记号父母啊，漂亮。这个真的是陈炫哥反应快了，陈炫哥都在想这个词儿已经结束了呀，孝顺就孝顺，然后那你没问老秦的穿衣风格。哎，对，问一个老秦。老秦，你的穿衣风格是？你的穿衣风格是笑死个人。老秦的穿衣风格给啥穿啥。可以，非常合理。那我们这一轮呢，两队都积一分好不好？然后现在两位重新来到这边。等于这一轮不能答题。不止一轮。我感觉还是同样的结局。不会，我这回我不管多少事，我都先跟你俩抱在一起。你走开，我不要你。
我觉得我肯定完了。咱绑定一下，咱们是七七啊。这个时候我是抓定这个。好，我们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耶耶耶耶。快点交啊，第二轮数字九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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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,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哎，你来吧，你来吧。来，够了，刚好了，够了。好的，他们够吗？他们够吗？你们够吗？你们够吗？我们够，我们九，皆大欢喜。哇！二为什么在喘？第三，好累，嘉尔，你知道嘉尔有多可怜吗？用了一个舞步就这样跳，就没想到跳那么久，用绝望的眼神看着泽丽说：“喊呢，你倒是。”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第二轮的答题，请问大哥，你最近有什么难言之隐？睡。不了，睡不了，可以啊，睡不了啊，睡不着和睡不好，我们都睡不了。这个人已经没有时间睡觉，睡不了，太忙了，睡不了比睡不着和睡不好还痛苦。对，就抱怨公司安排的工作多到不让睡觉，睡不了。啊，对。我不是很懂睡不了这个事为什么是难言之隐。不敢说呀，他不敢说，只能说是睡不了的原因不敢说。不敢说就是大哥太忙了，对不对？可以还可以。第二队，对，等一下，确定是我要在这个尾巴吗？前面简单，你随便说前面你我他什么都对，很好长都可以。对，好，请问程炫哥，你小时候的外号是？三个字的吗？爽。什么？爽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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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编吧。爽。歪。歪。陈炫哥，你小时候的外号是爽歪歪？对，爽歪歪。爽歪歪，四川的哦，爽歪歪，爽歪歪，是可以说谎的哈，这个游戏。你，这是他自己的事，你没有办法判断他不是嘛，对不对？我不信，主要是他哪怕这个外号只是出现过一瞬间，他也是真实存在的，对不对？行，爽歪歪，爽歪歪啊。那我能问一下程炫，你本来希望我们说什么吗？不，没有，我就还没问问题，我在想我就要说爽。不管什么问题就爽。对，第一个字爽。好，那第三组请停题。这我们就经常失眠呗，反正不是这样的问题，不是这题了。要不你还是先来，你再来，你就来吧，随便说。你随便给个他，我们都能接，我们都是语言工作者，我们能吗？能吗？肯定可以。好的，嘉尔哥，请问你最近说过的谎话是？哦，从来不雷没雷区不是。从来没去，不是我说的没，从来没去，我没听过，从来没说，我在旁边给他说没，我听个雷，雷，
雷，雷，雷，雷是什么？雷我也编不出来了，雷区，从来雷区，雷区。我不想共享这样的大脑。你共享了呢？不是，耳朵还不好使。从来，你告诉我从来，从来不吃，从来不喝。不都行吗？你刚问的什么问题？嗯，喂，还有谁是三的？我先看一下。有的是，就别要他了。我劝你。我也是三，在这儿呢。就没事，我不需要三，我们先下一轮开始。对，我已经知道了。已经在组下一轮的游戏。好的，那这一轮呢，是我们第一队和第二队都成功积一分。加油！现在准备好，我们马上要开始我们的第三轮。先看一下各位的数字，看看有没有马上要找到的。我现在不是要找数字，现在是躲某些数字。别这样，别这样！哎呀，哎呀，都在这儿呢。你看三都没人要。好的，那我们第三轮。十六，来吧，来吧，十六，十六，就我们五个，过来，十六，五七十二，过来，十还要一个二，还要一个二，哇！什么？五十二，你们过了，你们过了啊！你们过了，你们过了啊！什么？十六啊！我们十六啊！我现在还没算明白呢。多了。哎呀，不是十六，看来不成功，那我们重来吧。来音乐，耍赖。这个数字太大了，我到现在都没算明白呢。你们对吗？我们十六，我们对的。我们十六，你们现在是对的，别忘了待会儿供脑。我们这里面有很多最强大脑，要小心。你又点我，加油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发现这个游戏有 bug。怎么呢？没报中的人就等于赢了是吗？不是啊，我们这轮没有答题机会啊。哦，我们对这个大脑都是，哎呀，我们还要共享这样的大脑。我这告别这个游戏了，感觉。赶紧吧。这一轮的题目呢非常简单，请问程炫哥，以后的孩子想叫什么名字？嗯，说，没事，说就说，随便说，跟爽歪歪一个套路，说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你。一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，爽。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，爽。至少跟父亲有一个同样的字，爽。爽歪歪。爽。好，星期六，下节更精彩。